你这个岛甜不甜呀？这个岛可甜了，来又甜又脆。我该不该吃呢？这五块八，我看看呢。啊，等一下。啊？这两个是哪？两个两块钱。这一个就算一块钱是吗？嗯，是的。我有这两个了。好的。给你钱，阿姨。这一个就够了，两个。阿姨，我那我这。那你买糖干什么呀？让我帮助给你秘密。好，你回家别让妈妈看见哈。嗯，花钱高高的。嗯，好的。这一天多一天，让我心甘情愿。过年过年，可以优惠。有什么优惠啊？没优惠，送个棒棒糖。拜拜，我不想要棒棒糖。有没有冰淇淋啊？还没上。给我来瓶可乐吧。可乐也没有。要啥啥没有，你还开什么小卖部啊？你不是来买东西的吧？你是来找茬的吧？你看我长得这么好看，像是来找茬的吗？喂，你有茶几吗？阿姨，那这纸啊，你要这么点？哦，这不是擦屁股的啊，不是擦屁股的啊，你包的这个是擦屁股的。哎呦，这么有劲啊！还不错，怎么卖的？6块钱一斤。多要一点，能不能便宜点呀？能。要多少斤？我要20斤。50斤。50斤。50斤多少钱？50斤，你算一算，5块5一斤给你，要50斤这5块5，你算算多少钱？这些不够啊。够不来20斤吧？啊，买20斤，几个了？3、4、5。我买这么多。可能是月亮不会眨眼，星星不会说话，让你觉得孤单啦。可能是太阳熬夜太晚。